你以为这是个鸡蛋吗？芒果对半切开，在果肉上划上网格，一刮就切成小丁啦。在打的时候要加点水，再来一勺海藻酸钠，变成这样绵密的糊糊。加一瓶雪碧，同样的加入海藻酸钠，因为气泡比较多，所以要静置两小时。再拿一个大点的碗，加入碳酸钙，搅拌均匀。勺子里倒入芒果浆，放入碳酸钙溶液里，轻轻的摇晃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简单，超逼真的？接下来可就有难度咯，我可是翻车了好几次，最主要的就是蛋白部分裹不住蛋黄，两个会分开，各过各的。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，先倒入一半的海藻酸钠溶液，再把假蛋黄放上去，再倒上另外一半，把它紧紧的包裹住，完美的龙眼鸡蛋就做好了，晶莹剔透，甚至都能直接揪起来。酸甜的芒果蛋黄还会流心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